大家好，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这是今天的新闻：王一博的团队秀获得第一，裁判给分让你懂的何谓真正的街舞。尹年，这就是街舞五分作品秀，Unique，王一博作品秀成功拔得头筹。 国际裁判的给分让你懂得何谓街舞。在这次的街舞中，相当的精彩，全场高能 battle 上线，从团队抢七战到团队起舞，再到大混战，一波接一波的高燃，这才真正的呈现了街舞的精华所在。battle 不止，热血上线，街舞的氛围感被拉满。与其同时，有个问题也让我们看出来端倪所在，在国际裁判给分的过程中。 很多的细节，街舞的重点都凸显了出来。这次的团队作品秀中，我们之前认可度超高的编舞师及其作品都出现了种种问题，让不懂街舞、之欣赏的大众也是看得一头雾水。与此同时，也慢慢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是街舞，不是表演，融合可以，编排也可以，加入很多的特别元素都可以，但是这是街舞，舞蹈才是最重要的组成。 街舞元素才是最根本的所在，这也是为何王一博的一波王炸的作品秀能够拔得头筹的重要原因所在。他们有着最为纯正的 old school 元素，再加上有了一个超有力量的编舞师，如胡天翼一样。看一下这次四个团队秀，国际裁判给分的标准才是最为真实的点评。首先是和心武器团队秀，评判给予的评价中，相对比较直接说出了不足之处。 作品不够完美，他们的表演的成分过于高了。注重故事的构建的过程，自然需要大量的表演的成分在，但是这个就会弱化掉舞蹈的成分。显然更多的是表演，这个是他们团队秀中最大 bug 所在。之前我们并非很懂得其中的元素，更多的是作品整体的视觉感受，却不曾明白，原来我们认为的好。 可能是被故事情节给感染到了，但是忽略了其中的街舞元素。其次就是态度大师的作品，这次的团队秀有着马师这个编舞师在，我们更多的是看艺术品的感觉，却不曾想在专业的人士眼中也是问题众多的存在。这是艺术，不是街舞，可能这才是这个作品最合适的表达吧。同样也是表演的成分过重，自然在这些专业的街舞评委中。 他们侧重点是不同的，直接说出了跳舞的部分少。无论是核心武器还是态度大师，他们都凸显了作品的表演性，忽视了街舞的舞蹈成分。很多人之前就一直在表达这是街舞，结果来了之后看了太多的作品，感觉更像是去舞蹈类的节目，失去了看街舞的氛围。融合的元素如果大于了街舞的元素，你编排的再好，我们都只能是当成表演看而言。 这就失去了街舞本有的精华。其次，在世界一流团队中，编舞师春玲的能力是很强的。他们过于单一化了，但是街舞的成分增加了很多，都市风格元素明显。最后，我们看一下王一博的团队为何获得第一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团队的组成是街舞元素，重视的就是街舞舞蹈的成分，很好的利用了道具，并非把故事铺开展现，更多是重视了舞蹈的部分。 采用了 H B 双人锁舞的搭配，侧重在舞蹈的呈现，在三个作品中更重视的街舞元素、地板动作、locking、放克创意上，这才是街舞的团队秀该有的样子，而不是表演类的作品反客为主、本末倒置。街舞应该有自己的元素在，在我们不能说一波王炸的作品多好，故事性没有其他的队伍的足够满，表演成分少。 更多的是展现街舞的舞蹈更为重要，国际裁判给了一致的认可，就看得出来，他们看中的也是街舞最纯正的东西。总归还是那句话，这是街舞，不是表演。表演成分过重，弱化了街舞的元素的话，这并非适合街舞的舞台，这不是真正的街舞。对此，每个人有每个的看法，但是评分足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答案。这是一档综艺节目而言，本着宣传街舞的目的。 娱乐的同时，给我们展现街舞的多元化。